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，修华严奥旨，望尽还原观。 最后一段，啊，七六万。我们从第五小段看起，啊，多生若一镜像观。这一段一开头啊。 贤首大师跟我们讲介绍的，这讲到四种无碍，最后的一种啊，四四无碍法界，说毗卢遮那实身互用无有障碍。 他举的经，这是、个《华严经》上说的啊，何以自身做众生身？啊，这个“坐字一直贯下去，啊，做国土身，做业报身，啊，做声闻身，啊，做圆觉身，做、啊、菩萨身，做如来身，做智身、法身、虚空身。啊，这个“坐字是一直贯下来的。 这一段昨天呢，我们学过了。这是说平度遮那，在一般大乘教里面，也常常讲如来实神啊，讲如来实身。 像《华严教门执掌》里面所讲的，这个讲的多啊，这是很重要的佛学常识啊。我们顺便呢，也把这个师生说说啊。这个师生第一个是菩提神。 啊，底下有个简单的解释：如来与菩提树下降伏外魔，朗然大悟，成正等觉，名菩提身。这个意思不难懂啊，菩提身。 就是释迦牟尼佛，三十岁的时候，在菩提树下夜读明心啊，大彻大悟啊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啊，我们就称他做菩提神。我们应该怎么学法？这个重要了。 菩提树不重要啊，那个树也不叫做菩提树，因为释迦牟尼佛在这个树下证道了，所以才叫它做菩提树啊。那么最重要的呢，是降服外魔，朗然大悟。 怎么降伏的？外是外道，魔是四种魔，我们前面学习过的烦恼魔、五阴魔。 自谋、天谋，如果我们能把这个四种放下，人就开悟了。啊，有佛在《华严》里面说的很好，你看他讲：“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。” 色相啊，但以妄想分别执着而不能真的。这个地方讲的外，讲的魔，实在讲呢，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啊。归根结底 还是叫我们放下了啊！外是心外求法，这叫外道啊！那外道不一定是啊，佛教之外叫外道那错了，不是不是这个意思啊！佛法是叫我们回归自信。你看，忘尽还原。 啊，还原是说原呢？原是自信的，回归自信的，啊，这就成佛了。啊，所以回头是岸，不能向外求，外面没有东西，所以心外无法了，法外无限。啊，如果向心外求呢，那就错了，啊，那就这就,就叫外道。啊，所以我们中国。 你看，几千年前老祖宗就教给我们，啊，无论是生活、工作、处事、待人接物，遇到麻烦了、遇到困难了，怎么办呢？没有教我们向外求的，啊，所以老祖宗教导我们。 行有不得了，反求诸己，问题解决了。啊，这一句话了，大乘佛法里面讲的最透彻。啊，外面有没有事？没有。到外面解决问题是解决不了的。啊，所以我们就就说到这里啊，就能想到啊，这个这个 现在社会的冲突啊，我们参加很多次这个国际和平会议啊，他为什么解决不了问题？他总认为问题在外面啊，这双方了，双方发生冲突了，总是在，他不晓得，这个解决不了。 啊，这种解决问题是制造矛盾，啊，彼此无法信，这个这个相信，啊，我不相信他，他不相信我，这问题怎么能解决得了？啊，那么中国这解决冲突典范的例子是什么？ 啊，做出了最好的榜样。啊，小时候，啊，那就是十几岁、二十岁啊，十几岁的时候，母亲过世了，父亲娶了个继母，啊，继母生了个弟弟，啊，讨厌他了。 那父亲没有智慧，啊，听继母的话，啊，这三个人都想把他害死，啊，他成为家里的眼中钉啊，全心全力付出，家里人还不能够容纳他。 啊，一定要置他于死命，虐待他，啊，过这样的生活，邻居都看不惯。啊，邻居看到这个情形，都找他的父母来批评、议论他，啊，劝导他。可是顺，还是护着自己父母。 跟邻居讲，我父母没有过世。啊，父母对我不好是我我自己做的不好，啊，父母没有过过在自己，啊，你们不可以管我们家的事情，啊，他聪明，他有智慧，啊，常常的时候想到。 保护自己的生生命啊，所以很多次置他于死命，他都能逃生。啊，这是智慧，一点怨恨都没有。啊，天天反省呢、啊，天天改过，三年，终于把他的父亲继母。 感化了啊！邻里乡党赞叹了，所以中国二十四孝啊，他排在第一了啊。那么他所做的就是“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”。啊，外面没有人，没有过失。 回报我的人，陷害我的人，啊，羞辱我的人，没过失。过失在自己，他为什么不对别人，他对我呢？啊，那么这在因果里面讲呢，一定有前因嘛。过去是我用这个手段对他，他现今天用这个手段对我。啊，我要怎么化解问题呢？彻底忏悔。 后步再造啊，这才是解决问题啊！所以今天我们遗忘了祖宗的教训，我们今天稍稍有一点不如意，用什么方法远理？原理是不是办法？不是办法啊！这一生可以远理，来生又碰到。 生生世世，所以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。啊，像老板对员工，这个员工不好，开除掉。那你看现在这个社会，有很多员工被开除之后找不到工作，啊，回来怎么办？回来报复，杀老板，啊，杀他的同僚，啊，把公司毁掉。 这个，是这是现实啊！纵然他没有，他有这个怨恨，来世会遇到啊！这个、这个、这桩事情，生生世世没完没了啊！所以佛在经教上啊，时时刻刻叫我们与一切众生结善缘，不要结恶缘呐、啊！啊，佛菩萨苦口婆心呐、啊！ 啊，你借的卧云，你将来自己收报，而且是这个这个生生世世没完没了。啊，所以聪明人，啊，聪明真的要接受佛的教诲。啊，越是不好的人，说越要把这个结化解。啊，我对他要厚道，我对他要真诚。 啊，所以这个里面，今天的人最困难的，没有自信心，没有自信，他就不相信别人。啊，所以佛讲到信，把自信摆在第一。啊，欧耶大师在《弥陀经要解》里面，啊，讲到净中的三字两。 就是三个基本条件，第一个是信，啊，那么他把信的时候讲了六六条，第一个信自己，第二个信佛，就信他了，他就是信释迦牟尼佛，信阿弥陀佛，啊，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四十八愿接接引众生，释迦牟尼佛把阿弥陀佛介绍给我们。 这个事情是真的，也不是假的。啊，你没有自信，你怎么会信他呢？啊，所以今天念佛人真的念、啊、佛的人很多啊，深净土的人不多啊。什么原因呢？对于极乐世界是半信半疑。啊，为什么半信？他自己不相信自己，所以他呀，他不相信别人呢、啊。 这是很正常的现象。啊，真正有成就的人，这一生决定了往生的人，他有自信心，他信别人，别人骗他他也相信，啊，害他他也相信，啊，决定没有怀疑。这种人现在难呐、啊，这一万人当中一个都找不到啊，啊，但是这种人有成就。 啊，尽自信他，他对我不好，啊，是是有缘故的，我不能怪他，我怪我自己，不是我这一生跟他处的不好，就是我过去生。那真正在佛法学通了，照理说，《华严经》我们学到现在呀，总有少分进入了 啊，这个就是说，知道宇宙是一体。如果肯定宇宙是一体呀，怀疑就没有了。对他会不会不怀疑了？啊，能不能感化了？肯定能感化。啊，感化不过来，不是不要说他，哎呀，他的业障太重，不可以这样说法。啊，我自己功夫不够。 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我自己的信心不够，愿心不够，啊，我做的不好，啊，他是菩萨，他在我面前实现，加强我的这个信心，啊，来考验我。我现在经通过这个考试，自己知道不及格，我要更发奋，更努力，学顺往，这个才是对的，这才叫菩提呀、啊。 菩提的反面就是迷惑啊！啊那我们要转迷为护这就对了啊！释迦牟尼佛觉悟了啊！觉悟之后，释迦牟尼佛对什么人怀疑呢？一个都没有，妖魔鬼怪都不怀疑，都知道什么呢？他本来是佛。 啊！中国老祖宗明白了，觉悟了，知道一切一切众生，啊，在讲一切人，他不是讲一切众生。人性本善，啊，肯定人性本善，啊，不善呢？不善是习性，不是本性，啊，所以我们要晓得，孔子是讲本善，人性本善。 性相近也，习相远也。这孔子说的啊。孔子所说的，我们想想，应该是老祖宗说的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夫子一生呢，述而不作，性而好古，所以他老人家是集过去两千五百年的圣贤的大成。 啊，所以我们称之叫大成至圣先师嘛，那集大成嘛。啊，那么孔子的话，我们可以说，是五千年前老祖宗的教诲。啊，古时候没有文字，啊，靠传说传传说传下来的，那么到孔子那时候才正式把它记录下来，永远传之于后世。 啊，肯定啊，人性本善呐、啊，不善是习性呐。那我们要发菩提心呐、啊，啊，菩提心是帮助一些迷惑颠倒的众生回头是岸。那首先帮助自己，这是佛在大乘教里面说的很多。啊，菩萨要想度众生，啊，自己没有成就。 要想度众生呢，没有这个道理，啊，是无有是处啊，啊，自己未啊，而能度人呢，无有是处，所以怎么样？先度自己，啊，先成就自己的信心，才能帮助别人建立信心；，先成就自己的愿心，才能鼓励别人呢发愿，啊，没有一桩事情。 不是从自己做起的所以佛法叫内学、啊。那佛经称为内典呢，它向内，它不向外呀。啊,啊，那么许许多多的人学佛的人很多，为什么不能成就？他学外，他不知道向内走，他完全在外面。啊，在外面，那我们现在。 说一个名词叫佛学，啊，学佛是向内，佛学呢那就向外了，啊，你把释迦牟尼佛也看外了，啊，那真会学的学的人，释迦牟尼佛是自己，不是别人呐、啊，啊，这个经教里面古德说。 就近涅槃，常寂光土，清净法身，毗卢遮那佛，阿弥陀佛，释迦牟尼佛，皆是空界以前自己本来面目。啊！你看，中风禅师在《三十七念》里面讲的清楚啊，讲的明白了。 大家念，就这么念过去了。啊，他讲：“阿弥陀佛即是我心，我心即是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从哪里来？是你心里变现出来的，不是外头有的。这也叫内修。啊，此方即净土，净土即此方。” 只有迷雾之不同，除迷雾之外，没有两样啊！啊，所以真正觉悟的人，宇宙是一体啊，众生跟我呢是一个身啊，我这个身是报身啊，是自己的报身啊，正报。那么其他的人的时候呢，其他人是我分身呐、啊。 是自己的分身呐，诸佛如来也是自己的分身呐。啊，那分身里头是为什么有善有恶呢？因为我们阿赖耶识里头的烦恼有善有恶，我们的善心所变现出来的善人，啊，极乐世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，善心所变。 那不善的呢？不善是我们的烦恼心所变的，所以要习自己内心的烦恼，外面人全是善的，你感化了、哎。道理在此地啊！啊，这个道理深，这个道理是真的，是真理，绝对不是假的。啊，所以我们看到佛的菩提身。 要从这个地方来去觉悟，啊，那我们就真正的离了，啊，释迦牟尼佛得到了，我们也得到了，啊，我们每一天要做的功课最重要的就是转烦恼啊，啊，转烦恼魔。 就是智慧，他就不是魔了，佛了。啊，我们后面讲智佛，啊，智胜佛，啊，转无音。是信德了。 啊，转世魔为般涅盘，大般涅盘。啊，转天魔为信德，啊，自信，本具的德能。啊，转无因模式向好，我们用这个佛的话，啊，这个智慧德相。 啊，转烦恼是智慧，啊，转无因是向好，啊，转这个死魔转天魔那是德行，啊，自信本具的德能呐、啊，啊，你看六祖明心见性说何其自信本不生灭，本不生灭死魔就没有了，啊，转死魔是大涅槃。 啊，这个是啊，我们能向这个方向去去做的话呢，那是你真修行，你真的在学佛。啊，如果还是随顺自己烦恼，随顺自己的心气，啊，在佛门里面顶多就是跟梁武帝一样，修复不是学会。啊，你来生得的果报是人天福报。 出不了六道轮回啊！啊，那往生呢？往生也不可靠，也靠不住。啊，古人有一首诗说：“啊，这是说什么？就是说我们这样的业障重的反复。我们生西方极乐世界。” 啊，生哪里呢？凡圣同学徒。啊，这很可靠的，可是有这个条件。啊，这首诗啊是这么讲的：横出三界少人知啊！啊，因为一般出三界，你看都是要竖出，啊，你看阿罗汉就竖出，啊，他们证须陀话。 啊，徐涛环。证得徐涛环之后，不会多三恶道，人间天上啊七次往返，就证阿罗汉果，就超越了啊。所以，徐涛环他的修行不断向上提升啊，欲界天、色界天、无色界天啊，他向上提升啊，然后啊。 脱离六道啊，他到生闻，再提升到圆觉，再提升到菩萨，再提升到佛，啊，那么最后把妄想断掉，再超越十法界，啊，生，十宝庄严土，他是怎么去的呀？啊，净土法门对于我们最有利的。 我们不走这个路，这个、路太难走了，啊，非常不容易，啊，我们要想生这个呃欲界天，得修上平十善四无量心，啊，四无量心是慈悲喜舍，啊，没有这个德行，欲界天没份呐、啊。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修福的。 在佛门里面修福的，能不能到欲界天呢？不可能，啊，为什么呢？你看他无戒十善，不居足。啊，那么他修的福报呢？福报的时候，可以在人道享，啊，像人间的福报，可以在畜生道享，可以在恶鬼道享，啊，他在这个地方享福啊。 啊，他没有办法想天福啊！天福，你得有天人的德行呐。啊,啊，上品十善是天人的德行啊！啊，那我们今天却能够在人道往生净土啊，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桩事情。所以，这个叫难心之法。 啊，横超了，他不经过这，我从人道，我不要经过欲界天，我就就直走了。啊，这个是净土法门。啊，所以第二句他讲的“一修一亡”，哎，后头三个字啊，不能怀疑呀、啊。啊，一怀疑，这条路就产生障碍了。啊，所以很容易修。 很容易往生，啊，这个这个到极乐世界去，头一个是候不能怀疑，啊，这就是，欧一大师讲的信心，要相信自己，啊，相信自己什么？极乐世界是我自己心变现出来的唯心净土。 啊，阿弥陀佛也是从自己心里变现出来的，啊，所以叫唯心净土啊，自心弥陀。是自己不离开自己心性的啊。啊，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呢？连极乐世界也包括在其中啊，极乐华藏没有例外的，啊，是自己心变现变现的，这个在。 我们在华严这一段的时候，尤其讲这个“呃望境还原观”，前面的三段就讲这个问题：宇宙从哪来的？我从哪来的？啊，宇宙里面的祝福从哪来的？菩萨从哪来的？十法界从哪来的？通通都讲清楚了。啊，但是我们今天带业往生，成为除。 啊，臣未除，求解脱。这一句里面，啊，臣是什么？烦恼。啊，所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不要断烦恼，这就了不起了。 啊，往上升的时候都是要断。我们只要把烦恼扶住啊，用什么扶住呢？符号啊，这个法子太妙了，啊，我们的心里面烦恼一生起，啊，这什么就是喜怒哀乐爱无欲，叫七情烦无欲一起来的时候，阿弥陀佛，啊，用一句阿弥陀佛把烦恼控制住。 啊，圣经里面起了贪爱了，阿弥陀佛，把贪爱的心压住。啊，逆境里面，啊，成恨，啊，嫉妒、障碍，哎，在一起来，阿弥陀佛，这个法子妙啊！啊，把它扶住，只要能扶住。 就行，一念十念的决定往生，这是四十八第十八院说的啊。怎么复烦恼？一心信愿念弥陀啊！这个里头一心，一心就是最高的智慧。啊是。 物质一心嘛，迷为一念嘛，物质一心嘛，哎，只要一心专念就行了。哎，这个候末法时期这个一万年呢、啊，就这么简简单单,单的几句话的事你要是一生真的抓住了，你真的用上了。 你在极乐世界已经报名注册了，啊，临终正念分明去。啊，啊，临终的正念要靠现前正念，啊，什么叫正念呢？就是我有一心信愿念弥陀，就这一句话，把我所有一切的烦恼习气啊，统统伏住了，降服住了。 啊，现前是正念，念念都是正念。临终怎么说是不正是念？<是>三朝七日预知时知，啊，这一般往生的三天前、七天前预知时知。功夫好一点的人呢，三个月之前，啊，我们过去在新加坡，新加坡去世的那些老林长往生三个月知道，啊。 他也没说话。啊，老林长是新加坡的这个银行界的巨子，啊，是大富长者。啊，他晚年的时候生病，啊，生病就不能上班了，啊，每一天躺在床上。 啊，找李墨缘，他说法师在巨石灵讲经，有这个录录录像带，啊，能不能拿来给我看？啊，所以家里装了一个电视，啊，每一天呢看这个录像，啊，一天看八个小时，啊，除了呢，这是看就听经嘛，除了这个一天八个小时听经之外，就念佛。 练了两年，啊，两年的时候告诉李牧云，他想走了，时候到了，想走了，啊，到极乐世界去了，啊，李梦云向他恳求，居士林的人事不安定，现在不能走，啊，希望再多住几年，啊，他就点头同意了。 啊，所以又住了两年，就又听了两年经，听了四年了、啊。哎、啊，他听经并不是很多，他就听一部经，我讲的《无量寿经》，一遍一遍反复在听。啊，真叫一门深入啊，长时熏修啊，哎、啊，就一部经反复听，啊，他真的明白 所以有一天，嗯、他在一个纸头上写，他就八月七号，啊，写了十几个、啊。家里人也不敢问他，哎，他写这几个字干什么？八月七号那一天到往生，只有往往生的时候，把他写的那一对一对照的时候，三个月之前，功夫说。 啊，在一般功夫最差的三天、七天，啊，这是往生的人说，肯定他会说：“嗯，三天之后佛来接引我。”啊，七天之后他会讲，很准确，那是决定往生的。啊，所以我们只要记住这首诗里头一句话：“一心信愿念弥陀，真功夫啊！” 我们的生活用这个得了啊！你的生活过得平安了啊！工作用这个用这一句，待人接物也用这一句啊！一定要记住，我们过去常常常常这个这个提醒同学的啊，经商告诉我们，日日是好日。 时事时是好事，啊，灾难与我们不相干呐，那是一点影响都没有啊！啊，底下两句话是我续的：人人是好人，事事是好事。无论他从正面、从反面的，都是来考验我，都是来看我动不动心了。啊,啊，如果我功夫得力了。 啊，无论什么境界先前，都是扩张欢喜。啊，永远保持什么呢？心平气和，不受外境的干扰，那就是我们功夫得力了。身到极乐世界，哪有不开悟的道理？哪有不成佛的道理？啊，这样的功夫，你要是能做上个三年，啊，两三年。 你就往生自在了，你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啊！这个世间还有缘分啊，我们护持正法，我们帮助许多苦难众生，你爱住几年就住几年啊！就是《小乘经》上所说啊，所作一半。 不受后有啊！啊，无量界来的时候，我了脱生死这个大事我已经办妥了，啊，再不搞轮回了。你说这多重要啊！这叫真学佛啊,啊！其菩提身，我们应该如何去得，那就得到了。 那、啊、第二呢？怨神啊！如来本愿，周遍法界，普度一切众生啊！从知足天降生人间，设法立身，愁绪因怨，明怨神。那、啊、我们要发这个。 啊，为什么呢？我们学大乘的，你有没有发过？啊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你念过这个偈子，就发过这个愿。啊，不过大多数的是有口无心，啊，是照着这个忏悔文念。 啊，照着经本子念，自己真的没有发过这个愿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如果真的发过这个愿呢，他对一切众生一定是非常的周到，啊，就是我们讲的处事待人接物啊，自己一定是谦虚，一定是尊重别人。 敬爱别人，关怀别人，照顾别人，帮助别人，为什么呢？众生无边誓愿度嘛，那个度就是就是这个意思啊！啊，全心全力照顾他，帮助他，成就他，啊，怎么会障碍他呢？啊，怎么会置之不顾呢？哪有这个道理呢？ 啊，那烦恼我们发愿了啊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要真的断烦恼啊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我们真要学啊，学这一句话是对化身菩萨讲的啊，烦恼断尽了，你就能广学多闻，烦恼没有断尽呢，也没。 啊，这一门说这一门帮助我们断烦恼，啊，就是学一步进一步论，啊，周而复始，无数次的重复。为什么？他心是一个心，他心是定的，定就能复烦恼。啊，开会呢，啊，会就把烦恼转成菩提了。啊，所以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啊，是持戒。 啊，因界得定啊，因定开会，就这么个道理啊。所以说，烦恼没有断尽，智慧没有开，不可以学很多啊。学很多，那就变成障碍了啊。你的心不能集中，你得不到定，你所学的呢是佛学常识啊。佛没有教我们学常识，佛教我们呢。 要成就三昧，要得大彻大悟，那佛是对我们这么期望的。所以我们知道广学多闻，啊，如果在没有得定的时候广学多闻，会造成了所知障，那、啊、会生烦恼。为什么呢？学多了之后比别人强。 功高我慢的习气就出来了，啊，没有学什么，自己还谦虚，为什么觉得不如别人？学的太多觉得没有一个人能跟我相比，啊，傲慢就出来了，那就错了。啊，那你就是学的不如法，你受害了，你不是受益了，你受害了。 啊，所以这个不可以不知道。啊，自古以来，啊，高僧大德在家这些大居士，哪一个不是一门成就的？啊，民国初年，我们看到在家居士姜维农居士，你看一生他就学一部金刚经。 学了多久呢？四十年呐！啊，专门学金刚经啊，但是修行呢，念阿弥陀佛，求真净土。啊，他提倡的是，他自己提的是，教中般若啊，在教呢，我就一门深入金刚经，行门呢，阿弥陀佛，求真净土。 他成功了，啊！还有一个周至安居士，也是用了四十年、一辈子的时间，他就专搞心经。啊！你看两百六十个字，啊！他做了一部《心经全著。姜维能做《金刚经讲义》，都是了不起的著作，啊！四十年学佛的心得都在里头。 啊，这两这两、个、本书权威注解啊！我过去讲《金刚经》，就是一姜维农居士《金刚经》讲印讲的啊！我记得我讲了两百多个小时啊，《金刚经》的研习报告啊，他得金刚三昧。 啊，周真安就是得般若三昧呀！啊，是得有方法，古人教的方法有道理呀、啊！啊，我们现在千万不要这一本都学的学久了就是厌了、烦了，啊，那就错了，那是什么？你功夫不得了，你再加深，法喜就充满了。 为什么？便便不一样嘛，便便有误处嘛，啊，怎么会厌烦呢？啊，越学越有味，啊，智慧一开了，触类旁通啊，没有学过的经教，一接触一听就全通。 啊，这就是证明佛教导我们的一经：一精通一切精通，一门通一切法门通。八万四千法门，我只要学一门，我就是念佛的一门啊！一心信运念弥陀，我就这一门，这一门通了，门门都通了啊！大乘小乘。 邪教、密教、宗门教下没有一样不通，啊，佛法通了，世间法也通了。为什么？事出世间法都是从自信流出来的，你见了性还有什么不通的？全通了吧？啊，佛法有秘诀了，而且很容易啊！啊他为什么人不能听？他不信。 他不相信啊！我跟人讲很困难的、啊，人家说法师，你看你讲了那么多经，啊，你叫我学一样，你是什么意思？是不是嫉妒？他怀疑这是我嫉妒他啊！我不让他多学、啊。那明明这个这个四宏誓愿讲法门无量誓愿学嘛，没错。 法门无量誓愿事是在第三个阶段是烦恼断尽了，可以；烦恼没有断尽，不可以。啊，所以学法门主要的目的是断烦恼。啊，烦恼断尽了，智慧就开了。啊，转烦恼为菩提了吗？啊，那时候就广学多闻。啊，就像。 这个这个这个古大德一样啊，龙树菩萨真的出地了，转翻到为菩提了。释迦牟尼佛讲经四十九年，他用多少时间把它学完呢？一个月。 一个月把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东西全学完了，啊，烦恼断了，习气没断，啊，依旧有贡高我慢的那个诶、呃呃、姿态，啊，世出世间没有一个人能够跟我相比了。 你看多不容易啊！那《金刚经》上，佛说的很好啊，大菩萨要常常照顾小菩萨，啊，护念嘛，成了护念小菩萨了，啊，所以大龙菩萨，啊，看到龙树，啊，有这么个态度，就把他戒引到龙宫参观。 龙宫里面收藏的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是释迦牟尼佛成道的时候在定中所讲的。他一看到这个分量，傲慢的习气立刻就没有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看到太大了，那自己所学的那一点太少了。 啊，这一部经的分量多少呢？说三千大千世界未成记，一四天下未成品。啊，龙树菩萨的功高过迈，消消得干干净净。啊，他说这个大的大部，银菩提众生。 没有人能够接受，包括他自己，分量太大啊！再看中部，中部就是等于说是精选的，还是太大。最后看看就目、是、录提要啊，就是小本，像目录像《四库全书》目录提要。 四十万计。啊，四十平啊，十万计。啊，就是四十万句，这个信。啊。所以他在大龙菩萨那个地方，就把这一部分的时候，他的记忆力很好，把它背下来了。回到人间，他口诵。 把它背下来，他他重新把它这个背背出来，别人把它记下来，就是现在传的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啊，是小本华严呐，啊，传到中国来还不全，啊，虽不全呢，《华严经》的意趣，在这个经里面已经是，哎、呃。 很明显的显示出来了，啊，那么梵文的原本失传了，啊，现在留在世间的华严经啊，就是中文本，啊，无比的珍贵呀，啊,啊，所以这个佛说话，我们要能正确的理解，不能错会意思。 一教奉行呢，我们才能得受用。啊，总得要明了，啊，要一教奉行，啊，所以，我们一样啊，要像佛,佛一样，要发大愿，这个大愿上普度众生，啊，如来本愿，你看他不说佛，他说如来。 啊，佛是讲从相上讲的，如来从性上讲的。讲如来，我们自己有分。啊，释迦佛的本愿，阿弥陀佛的本愿，跟我们自己自性里的本愿是一，不是二。啊，我们的本愿什么？周遍法界，是度一切众生。